那对对对，希望。我的口感好好。我和你吻别，这个东西你怎么拒绝？太好吃了！天哪，我是如何用我的背？OK， 哦，寿司的重量不要跟人家说你吃素了。兄弟，刚脖子回来，脖子回来，背的力量够。不行，来 ，Good job。大家好，我们是高伟哥，我是白龙，我是小树，好久不见，欢迎来到谁来吃素系列。这个系列呢，我们会带各大名人、艺人、YouTuber 跟着我们吃一整天的素食，看看他们对于素食是接受、反对，还是对素食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呢？今天这位来宾，哎呦，完美的身形，没错。歌声非常的厉害，我没有从来没有看过有这种两者兼具的人。对，而且听说他吃全素哦，今天他终于来了。对，搞不好是张学友。那我们就马上欢迎凯教练，让我们欢迎凯教练。各位观众大家，我是凯教练，耶、终于见到本人了，很开心，今天可以跟各位跟白龙小树等一下一起尝遍美食。听说要训练是不是？那对对对，希望穿的口水是。去年吧，我有看到你的消息，是听说你要吃全素，很惊讶，因为我看到你的身形是非常非常壮。吃全素真的是因为身体遇到太多的伤了，想要挑战一个健美比赛，朋友就给我建议，看看这样会不会好一点。你知道我的个性是不试永远不知道结果，试看看真的不行再回去。结果这个一试以后就吃不去了，从去年九月吃到现在11月，已经一年又两个月，就这样保持下来。太厉害，凯教练竟然会愿意上我们节目，我觉得超惊讶。因为听说你三周后就要比赛，你知道我们的节目都在做什么吗？我没事啊，等一下有氧多做一点而已。刚刚在拍摄之前，凯教练还一直在附近一直走来走去做有氧，还增加热量消耗。所以你准备好跟我们一整天吃了吗？没有问题啊。你准备好跟我一整天练了吗？没有没有，没有。不要让你热量增加太多，蛋白质高一点。太棒！我到现在一年多，我还想学习这个东西。我们第一家餐厅来到的就是松山区南京三民捷运站附近的值日生，值日生，哇哦！那今天会选这间原因是因为呢，我看到它菜单里面蛮多豆类的制品，我眼中就看到满满的蛋白质。好，那我们直接开始吧。OK， 我最想吃那个豆皮，盐烧豆包，它是煎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是用煎的，好吃。其实我真的觉得超商也可以出这种类似高蛋白这样真空一包一包的，对啊，都出鸡胸肉，然后你是不是要出个豆包？我到超商都会买一包那个毛豆，然后人家说健美的人不沾酱，管你照沾。它豆皮本身味道就豆香比较重，它有简单的煎，有香味很赞。值日生这间呢是纯素的，没有五星也没有奶蛋，所以你吃什么素别都可以来吃。如果你们跟我一样目标是要提升运动表现的话，那真的要吃到全素。你最近手是不是受伤？对，当我在触碰奶蛋或者是偶尔我真的没东西选的时候，我还是会跟家人出去吃到一些肉，第二天我的胃会不舒服，反应还蛮怪，酸痛会上。但如果吃全素的几天之后，那个酸痛那个骨头伤啊发炎的地方，你会感觉它下去还蛮明显的。我不要用神奇来形容，但真的你有在使用身体的人会感到这个。套一句内地的朋友讲，往死里练。对，我就每关节不舒服，舒服有酸痛有发炎，你真的没有办法往死里练。吃完全素之后，我发现，哎呦，你又可以往死里练。所以没人强迫我，我身体喜欢这样的感觉。哇，口感好好，哇，这口感好好，哇，油好香哦。很久没吃那么多油了。全职天贝炸鸡，哦，这是天贝哦。你有吃过天贝吗？当然吃过天贝。你们下次搞吃的，我应该把孟多抓了，他很会讲吃的。赤酱胡麻豆腐，我觉得这个可以配一碗饭的感觉。哦，我的爷爷是外省老丁，现在可能年轻小朋友不吃咸豆浆，感觉就像这种颜色。哎呦，这个也很好吃，它的胡麻酱。哦，真的。哇，这个调味调得好，看起来好像有油，但其实吃起来是清爽，看起来很像是咸豆浆，其实喝下去是无糖冰豆浆。哎，这形容的是不是这种感觉？对，很像。哦，我还以为要多用力耶，相对比较柔软。祝你生日快乐。哇，好复杂的味道，加了好多东西在里面，很多小东西捏在一起，然后藜麦，不同种的藜麦，玉米、豆腐稍微打碎混在一起而已，它感觉是用豆腐把它粘在一起的。这个我觉得就会是像我平常找吃素会想要寻找的东西，不只是宏观营养素，维生素也都需要，它种类就多。荤的你吃鸡胸肉、花椰菜、糙米饭，每天都一样，你吃这么干净，你营养素一定不够。对，因为就三种东西嘛，各种的水果蔬菜其实不同维生素不一样，都要摄取，对吧？一天几样？20样是不是？营养师说，这吃五六样了，你要吃到20样不同的东西，好吃哎，难怪你们要做这个频道。看你这多幸福，不要学那个像孟多的去挑战怎么健美比赛，跟每个不一样的选手练100种死法。我昨天才看到你们跳钢管舞。
然后我们来到了三百壮士附近。那我们在训练之前呢，还要再喂饱海教练一餐一下。OK， 没有问题。我们现在是请到元翠叔叔做的外送。元翠就跟那个有某个茶的名字一样吗？一样。哎呦，所以他们的风格是偏意式的。了解。我对那一颗圆圆的东西就很有兴趣。你有发现我还蛮喜欢这种的，综合的圆圆的，然后包在一起。它的豆腐味比较浓，豆腐味很浓郁，然后比较黏，它的口感也很好，我觉得这个稍微好吃一点。哇，好可怕哦！这种东西如果我不是要比赛的话，我一口气吃个十颗八颗没问题，太可怕了。接下来我们要消耗极大的那个体能，我都会在运动前的一个小时左右吃一餐正餐，所以它里面三大营养素都必须要有。那我们赶快再补充一下蛋白，赶快补充一下。看起来就超好吃，我们有一个给你。它非常纯的炸的嫩豆腐，本包起来的豆腐本身很嫩，但是我真的平常不能吃这么多炸的。对最后比赛人来说，这个是有一点多了。OK OK， 对。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一碗。平常我是蛮爱吃南瓜的一个人。那凯将觉得南瓜是有什么特别的营养素在里面？好的碳水嘛，我知道 DGI 的，对不对 ？DGI 的嘛，它的纤维值一定也高嘛。如果你吃高 GI 的，你的饥饿感上来会很快，胰岛素上来，血糖一下去，你又饿了，所以你忍不住会吃多。这是咖喱吗？哦，这个是香蕉吗？这个是香蕉哦。哇，好特别哦！咖喱里面看到有放香蕉，咖喱香蕉有一种莫名的不违和哎 ，OK， 它很融合在一起。咖喱的那个香料味居然跟香蕉的还算蛮搭的，甜味是搭的，而且它还有苹果。哎，真的吗？哦，很多健身选手爱吃的东西，一天一苹果，医生远离我。One apple a day, keep the doctors away. OK， 真的是这样子。欸，教练平常会吃白饭吗？吃，哪有不吃白饭的道理？我没有在避淀粉。跟运动相关的观众，他们都在留言说，那你吃素怎么做低碳饮食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能够做到低碳饮食的人，那你为什么不能控制你总卡路里？那么难的事情你都做到了，低碳饮食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。我讲难听点，精致碳水怎么能拒绝它？好吃的蛋糕，好吃的饼，咖喱饭，咖喱饭，芋圆这种东西，你怎么拒绝它？那你可不可以吃两口就停下来？今天吃的是低碳，但是你吃一大堆的肉类，一大堆油喝到身体，你的总热量超过身体当天需要的两倍到三倍，你一样出问题。你能够有决心做低碳的人，你就应该有决心能够控制每天总热量摄取，这个东西你怎么拒绝？用力的吃，我多跑三十分钟我都愿意。抹茶豆奶跟可可豆奶，对，是，很可以耶。我是蛮甜的，不是吗？我这个没有很甜，每次选什么口味，先选抹茶，大概就不会差太多。然后它会有个淡淡的苦味。凯教很喜欢喝黑美式，永远都是黑咖啡，所以带一点淡淡的苦味，我觉得很能接受。小树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有点害怕中。到底是谁要？因为我也很久没练了。好，我们就准备来去训练了。我们现在在暖身，待会要跟着热身，稍微走快一点，好不好？不要为了讲话就走那么慢，就往死里干就行。死里练。我觉得我们完蛋了，有点可怕。你去试着模仿我每一个动作。有感觉到背的力量了哈，哇，这么近！哎，对了，不然你背怎么会用到那么多力气？修挺高，对，好，手滑，对，对，手肘一样找手肘。对，慢慢往下放坐哈，哑铃放掉，钢铁人。对了，感觉背用力吗？有。OK， 好了，现在往前走 ，Go。专心对付你哦，只是让你跟着我。哪一天我不用练，我戴上码表，穿上教练制服，你才知道什么叫魔鬼。哎，我发现一点小细节就差很多哎，果然真的要找教练。质量比较重要，二头可怕的二头啊。没有，还有背，还有两个，所以就感觉到。你看这线条，这根本就人体解剖学。做这个重量，不要跟人家说你吃素了，好不好？吃素的要做的比这个重，吃素的人运动表现都很强的。加油，三组半了啊！三组半了，我们第四组要开始。怎么还要？来，胸挺高，背后收紧，背后收紧，
背的力量给我，背的力量。哎，对，好，休息，对。Good job. Good job. 我觉得半个不行，半个不行了。感觉手臂多一点了，这个时候背不用收这么多。不行。最后一个，手臂多一点来。六。不行。最后一个。这就是凯教练的加强冲鞋子，是。然后今天，哇，来踩，李欣，哇，好了，准备来踩。啊，再一个。好，最后一个就好，最后一个来，上。好，收住，顶峰哦，顶峰哦，好来，准备喽。我还没出力，你不准抱，你不准抱。我感觉不到你，真的 ，Go。让我感觉到你多一点 ，OK， 最大力气，最大力气给我，骂脏话的力气给我 ，Come on，Come on，Good job， 看一下他小腿，气死我了，别踮脚了。很多朋友说我不练，我真的练腿哦，不是练了就一定长，真的不是。他的阿基里斯腱在这里，他这么大一块都是肌肉。对啊，那小腿没练过了，讨不讨厌？很讨厌吧？怪我。好，我刚训练完，来到下一间餐厅。我先聊一下刚运动的东西，刚太累了，所以就没有就是你就没有拍。你要我刚一直打哈欠，超累了。会打哈欠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你们认为的极限大概在这里，教练认为的极限大概在这里，所以你要大概到这里。我觉得有点超过，有点到这里，有一点。今天最后一间来到的是 Herb Before 复兴店，这间店呢有一道菜我很想要推荐给你吃，那我们就直接把菜上来。我的天哪、啊，这个还要搭配这个？这是北京烤鸭吗？没错，寿司版的，吃到觉得很惊艳的东西。我的天哪，那是这间店的招牌菜，每一样东西都看起来很可口哎。我如果我不是在比赛，要开心的吃，我应该一个人可以扫完这五盘。如果不要腹肌的话，等一下尝一下味道，下次再来。嗯 ，Herbivore 全素还有五鲜素，我如果不吃五鲜的话，就直接跟他讲话，我就不理你们了。哎，他弄得很像面肠，小麦蛋白，对，还有淋上他的酱，必须要对不对？对，哎呦。好，真的吗？不能多给一点吗？为了你的那个酱看起来，那酱看起来好棒。不跟你讲，你不会觉得它是素的。光听到这句话，观众就有很值得来品尝一下。可以耶。原本 Herbivore 他们是完全新式，然后这间复兴店有一半的菜是中式，所以你到这间店除了可以吃到西式还有中式的菜肴。这算麻婆豆腐吗？麻婆豆腐、佛陀碗，这是中西式合并。酷吗？你 是听到这个就听到佛陀碗，我就已经忍不住了。嗯，这个五颗星你会给？五颗。太好吃了，肉的口感都有，光是这个沙拉我就觉得够可以备赛了。哎，如果真的都是这样子，该有的脂肪、坚果类、蛋白质类，它没有太多别的淀粉，一般健康吃这个就真的很棒。而且其实这样整盘一个人吃其实是很饱。不比赛了。吃素之后有人问你最奇怪的问题，掉肌肉最常。吃素是不是掉肌肉？那你吃素怎么练？你肌肉长不长？这些都是一般会常遇到。那会怎么回答他们？看我。我干嘛回答你？对不对？如果你吃肉你长这样，我吃素我长这样，那我还需要回答你？样子就决定答案了。我以前真是无肉不欢，我每次练完我就想吃牛排，但是我现在看到这种满满的豆啊、豆腐啊、这些葱啊，我会觉得身体里面满满的能量，真的这么觉得。麻婆豆腐有点辣味，太棒了，哇，超开胃的。肉这个东西好吃，也是因为被料理。我今天给你一块生肉跟一个生黄瓜，我比较敢吃生黄瓜，对不对？我一块牛全血，100%全身的，你敢拿起来咬？对，所以其他都是料理啊。当你把素菜料理到这么好吃，它跟肉吃下去真的是超好吃，好吃啊，好吃啊，我停不下来。哇，两个都是面，好吃！我的天哪！你想把比赛抛一盘？这个我可以吃八盘，好热哦。它加那个黑醋，然后还有那个菇，是黑醋菇味。先去炒过青酱，对不对？只有青酱的 spaghetti 的话，会青酱味，它会带，它是后味，青酱会在后面出来一点。我的天啊！它加面条的硬度，我觉得超喜欢的。这是我喜欢的，对，就是意大利面硬硬的，然后你咬起来会很有嚼劲，应该是这种嚼劲啊。嗯，对吧？吃两盘。真的啦，这是比赛人的节奏嘛，一点都不吃，来，我多吃一块钱。我现在有点罪恶感，没事，你在报复是不是？你太操劳，趁机报复，食物全部送给你。
好，我们今天戴凯教练吃一天素食的行程就结束啦，超满足！我要感谢你。你看我健身健了21年，结婚结了18年。如果是一个蛮习惯同样一件事情不断发生，代表我不追求美食。你可以问我说去年的早餐吃什么，我可以告诉你是什么。夸张，因为一模一样，因为一模一样。所以我要谢谢你们今天让我吃了3家不太一样风格，尤其这个最后一家，我还是很享受吃美食。你的训练有没有不一样？非常不一样。就未来凯教练，你一周会吃几天素？我就天天吃素食啊。OK， 耶。我自己选，一定天天吃素食。下一集的来宾会给我们名单，我给你名单，我去邀请看看。请到张学友一定没问题。也可以，没关系。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家。好，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这个修长的，我第一次看到我们衣服那么疯。这是，我跟着衣服。哇，也太帅了吧！这个 size 对吗？你应该在拿大号才对。對，这个好像太小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喜欢穿紧的。穿紧的。好可怕！我的二头好紧。